我的赖切图已经正式上线喽，欢迎大家购买哦。还有啊，影片开始之前，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哦。那影片正式开始。皆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私はジモモで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博士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拍我们的推荐频道第七集啦。哎，应该是第七集吧？啊，对，没错，第七集。那我们第七集呢，要推荐谁的频道呢？那就是冬瓜啦。那冬瓜呢，就是拍了也是蛮多 Minecraft 影片的，大部分都是相关于 Minecraft。那冬瓜的话，有跟另外两位 YouTube。不是 ，YouTube 实况组啦，然后拍 Minecraft。那这两位呢，有跟冬瓜一起拍《三傻三界》。那两傻是谁呢？答案就是河卯小柳跟冠哥这两位，这两傻一起拍《三傻三界》。那我也蛮推荐冬瓜这个频道的。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多多支持，多多订阅他，然后也记得去加入他的频道会员，他可以到 Discord 跟他聊天哦。那我们再推荐频道呢，就是推荐冬瓜给你们啦。那我们这个推荐频道呢，就到这里结束喽。那我们下次的推荐频道见，大家拜拜。影片到这结束啦，喜欢我的影片相当的喜欢以及订阅。打开二次铃铛，不要输嘞！二次铃铛才会接收到我下一次影片或直播续集。那每周要是不定时发片直播，还有什么想 ？FB 粉丝团、YouTube 留言区、Instagram 都还有 Discord 都可以私讯我。拜拜。